有民众在新北市土城发现了这个危险的画面，一辆小货车开在大马路上，货车后方的箱门呢没有关上，一路上就这样子开开关关的。后方的驾驶看到之后觉得很可怕，不断的按喇叭提醒，不过呢这个小货车驾驶似乎都没有发觉。民众PO出了这段影片，直说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危险，还好没有传出事故，不过要提醒驾驶们开车上路都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车子状况。